老伯，今年高寿啊？我，公子大爷，我有了有气，您就给我一份工作吧。哎呀，我们这搬的东西都超过100多斤呢、啊！啊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还是回去吧。啊，我，李工头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你这里的规矩是先到先得，你不让这位老伯尝试，岂不自毁规矩？换句话说，我们以后就可以不依规矩乱来了也可以了，是吗？哎，不要吵了，我这里有一袋100多斤的大米，如果你能把它扛起来走几步让我看看，我就让你开工啊。好不好？好好好啊。哎呀，真行啊！一言九鼎，你不会食言吧？算你行。谢谢公子大爷，无忌哥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叫无忌就行了。开工吧，小心一点啊！谢谢谢谢。哎，面来了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慢用。哇，这个老板手艺真不错。哎，他的面条很爽口哎。哎，你脸色很难看，是不是搬东西受伤了？看到你，让我想起了我儿子。算起来，他也有你这么大了。这就不对了，他不供养你，还让你当苦力，太过分了。这也不能怪他，我年轻的时候爱嫖爱赌，不顾家庭，冷落了妻儿。我叫黄河。赌起来呢，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最后把所有的家当全部给输光了，让他们受苦。他们不能够原谅我，对我死了心。我的儿子还把我赶了出来，让我自生自灭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悔不当初啊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谁人无错呢？怎么说，都是你儿子太过分了。我现在一心一意努力工作，唯一希望的就是我儿子能够原谅我，让他再回到我身边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想你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啊，如果你是我儿子，你会原谅我吗？会再给我个机会吗？会啊。你真的会这么做吗？血浓于水，再怎么样也是亲父子，怎么狠心一辈子对你不理不睬呢？啊，谢谢你。啊，无忌，你贵姓啊？面凉了，快吃吧。啊，吃啊。啊。请留步，密室我一向来去自如，你们该知道现在已经改了。是门主下的命令吗？是的。他为什么要限制我的行动？属下不知道。
鲍勃，你在这干嘛？哦，我要在这儿排头班，我怕明天起晚了，开不了工啊。哎呀，开工的事啊，包在我身上了，你放心回去休息吧。我前阵子生了场病，挣不到钱，欠了租金被他们赶了出来。这里也蛮好的嘛，空气新鲜，地方又大。你的衣服这么单薄，又没有被子，这边晚上很冷，你怎么挨得住啊？哎，无忌啊，不用替我担心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看这样吧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来我那住吧。方便吗？哎呀，我也是孤家寡人，无所谓的。我可是付不了租金哦。不用钱，反正我也是白住的，不用想得太复杂。走吧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吃饱了到那好好睡一觉。走吧。黄老伯，这虽然没有床铺枕头，不过可以遮风避雨，也不用付租金。你老啊，就将就将就吧。无忌啊，这里还有你陪我，比那边好百倍千倍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。哎呀，不用感谢我，要谢就谢菩萨，这是他的地方，我们打扰了他，可是他没有责怪我们，还让我们有活干，有东西吃，累了就回来睡个觉，真好。菩萨在上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，我没什么要求，只希望我跟我儿子冰释前嫌，父子和睦，能够共享天伦之乐，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的要求。黄老伯，你不要小看这里没有香火，其实菩萨他清廉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你的愿望他一定会帮你实现，希望在人间吧。无忌，你真是一个乐观的大好人，什么事到了你手上都会变成好事。日子开心与不开心也一样要过，倒不如开开心心的过。来，坐下。如果我儿子像你一样对我这么好，我真是死而无憾。可惜你不是我儿子。